这个就从中国的北方，那个中国的地图不是鸡的样子吗？从鸡脑最北到最南边，到那个肚子底下，最长的跨度，最长的跨度。那你这一路上，你总要买票啊、住店啊，都靠假身份证吗？有的是我自己来，有的是请朋友帮忙。我说你总有身份证给别人看吧？你是一个假身份证吗？还是假的？假的。你就是人在形象上有没有乔装打扮一下？照片是我的，名字不是我的。但就好在当时通缉你的时候，好像那个照片也不太清楚。不太清楚。通缉我的时候，我是戴个帽子，对，然后拿个麦克风讲演，所以不清楚。他不像现在人会拍很多照片。他年龄也把我说错了，他说我26岁，当时我已经30了，所以他就把我说了小几岁，我就装的老一点嘛。逃到了广州，那就要准备逃到香港，这就难了。其实逃香港呢，最难的并不是从香港这一段，是从广州到深圳这一段比较难。为什么？因为深圳特区要特区证。你这个找我的，我找的黑社会啊，这个叫蛇头嘛，偷渡的嘛。就是专业偷渡的人，这么说比较尊重他们，专业偷渡的，他们跟我说，只要你有办法进深圳，我就能有办法把你弄到香港。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收了我大概3万块钱。那时候3万块钱这么多呀？3万块钱都是你种地卖粮食赚的钱？没有，借的，借的啊。我到香港，到广东借的，借一个朋友的，一个企业家。我当时做新闻记者，在北大做一个青年作家。认识很多，这是不用讲了，这个朋友真的是很够意思啊，对，还偷，我不想，我就是说你把钱给我行，我不要见面了，你偷偷给我放一个地方我去拿，结果他还真两口都来见我，有一起，那很危险，对，我还说我还你钱以后，他说你这时候你跟我讲这种话，你这个不够意思，我这时候敢见你，敢把钱给你，我就没希望你还我，就是要帮助你，我做个好人。所以我说中国好人多嘛，不是我们那年代真是好人特别多，我不知道今天怎么样，那个时候真的很怀念那个80年代啊，问题就出现这个蛇头就问我，我问他你怎么把我弄到香港，你告诉我，如果我到深圳你怎么把我弄到香港，他说我给你做香港身份证啊，我给你做回乡证啊，我们就从海关走嘛，你就出关就完了嘛，我说那不行。那海关有电脑啊，他一看我的人的样子，对不对？他把通缉令一打开一对，我就完了。那时候他们都有电脑了吗？海关有电脑啊，海关觉得有电脑。但是好在那时候的各种证件他没有磁条，是吧？哎，但是他可以对照片呢。对，因为我的通缉令刚开始的报纸是出一个照片，嗯，后来公安部出了一个通缉令的小册子，我当时还有一本，公安局的人给我的。那小车子里边我有3张照片非常清楚，一张是我学生证的，一张这就不像你广场讲演的了，对，非常清楚。我觉得我不能从那儿走，我必须从水上走，不经过边防站。他就说，哎，你怎么怕经过边防站呢？你有通缉令吧？他也很聪明，他个专业搞这个的。对对对。我说那你看我像谁？像不像有通缉令的样子？如果你是警察，你现在能够把我想象是谁？他说想象就张伯立了，就一个了。二一个通缉令有上报纸的、上电视的，就一个了，没抓着啊。我说那你觉得我像不像张伯立呢？他说我会查一查。查完了他也不见我了，跑了。他一查照片，他想到我这个人，他说我不能帮你了，这个。太危险了，我说那你不帮我把钱还我没问题，他说钱也不能还你啊，我都花了，我说你怎么花了，他说给你做身份证不要钱吗，这人也不专业，对不对，请你吃饭不要钱吗，对吧，那身份证都假的，那个身份证在我手里边叫黄明志，我就用那身份证逃出来的，黄明志，现在不有歌星叫黄明志啊，黄志明啊，那我叫黄明志，他告诉你这个身份证这个人死了，把他的身份证拿了，像是把你的照片贴上去，然后一个章盖上去，假章。这个呢，不能到警察局，你在外边可以，到警察局就完了。对，
所以你可以在外边糊弄人，买个票什么都没问题，但是你到警察局就完了。我就叫黄明志，那他不给我渡了，就3万块钱买了个身份证。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在香在广东就待下来啊，我租了个小地方就是住待下。那时候广州还是改革开放，还蛮乱的，蛮松的。哎，就过两天他又打电话找到我。我们的联络的地点是一个理发店啊，那有电话座机。你知道广州啊，发廊多，那个和深圳的理发店很多做偷渡生意的，是吗？对对对，你当时问他，是大家都是，现在我不知道了啊，当年是挺多的，靠这赚钱的，或者偷渡啊，或者倒烟呐、啊，或者反正做一些擦边的，做擦边球来赚钱。那他不一定说偷渡通缉犯嘛，他也不知道，他一般都偷渡一些的到香港打工的，对，还有一些到香港卖淫的女孩子，我那一船上后来就是这样的人。好了，这个告诉我说老大要见我，香港来的。我当时一听，那有希望啊，那见见吧，反正我也没钱了，我当时也走投无路了。老大把我请我一桌饭呢、啊，在花园，流花宾馆。叫流华宾馆，就在广州的火车站的对面，当然算挺高级的宾馆、啊、有一个包间，哇，一桌菜，哎呀，我进去了，老大见到我非常客气，哇，英雄啊，他又不说我名字，什么英雄啊，我说我就是一个逃犯，怎么英雄？他说当他们告诉我，我就要见你啊，我要见你。我做事基于一个原则啊，有的是基于赚钱利益，有的是基于良知。哎，他有良知啊。那我说我钱交给你们了，他说你拿钱哪行啊？渡你这个人要50万。我说怎么50万？他说那我们原来渡过的人哪个不是50万呢？老穆50万，向小吉50万，他说一大堆人名了。他说这个都没有上通缉令的都50万，那你通缉令的21个型的那何止50万呢港币？我说那我哪有这么多钱啊？他说不用你付钱，我们会找人付钱，香港有组织给你们付钱，当然我们知道是黄雀行动嘛。他们确实香港人捐了，据说捐了好几亿港币来救这些人，救了严家琪，救了万润南，救了苏小康，救了向小吉，救了阮志明，那救了柴玲和冯聪德，救了李璐，救了乌尔开西，这些都是黄雀行动，都是黄雀行动的钱，大多数。所以他说你不用付钱，你给我写个欠条，我拿这欠条我就找他们组织要钱。我想这个挺好，管他哪个组织呢，反正不用我付钱就行，反正我没钱。所以这背后的资金是来源于香港普通市民，香港市民捐的。哦，真的。后来这个钱没用完，就成立了民主党。民主党的最早的费用就是支联会，就这笔钱。就是64的时候，香港百姓们那时候支持天安门学生，就捐了很多钱，好像据说捐了几亿不知道，有的到手了，后来有的没有兑现。那捐钱的人很多，包括像香港那些港星梅艳芳啊，捐最多了。当然包括好像成龙啊，这个什么周润发呀，梁家辉都捐了。现在他们有的是又跟中国政府好了嘛，对吧？对。当然一股义愤嘛，都捐款嘛，对吧？我一想，哎，这不错，我反正不用花钱，那他就给我倒酒。哎呀，我一看好丰盛啊，还有茅台，还有一瓶 XO， 我都没喝过。这是贵宾啊。哎，我就为了挣这50万嘛。他说来一瓶这个 XO， 我这什么酒，一插一圈，他说叫 XO， 人头马，很贵的。我说那这个哎呀，这个我有点受宠若惊，这么贵。他说这都你的钱买的，你担心什么？你不交了3万块钱吗？吃吧吃吧。哎呦，我发现这个人很豪爽啊。年纪跟我差不多，香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哦，这是真老大，高学历的黑老大，哇，所以对我够意思。我当然我也保护了他，后来
他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能把你运到深圳。我说那你过去，这过去我们都花钱去买这个海关呢、啊。嗯，那你现在你这个头天天我花钱不敢呢、啊，花钱不更暴露了吗？对。我说我有个办法，坐火车，不坐汽车，不坐出租车，坐火车。火车在火车上就安检。嗯，因为我做记者的时候，我就采访这个广深铁路复线，我采访了一年多，我住在东莞、樟木头、什么深圳、广州，这线我很熟。我在火车上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在那边安检，都是乘警和警察过来，身份证、护照拿来看一眼就完了，没有电脑，所以我觉得这个安全性大一点。他说：“那行，听你的，出错你自己负责。”我那天上火车的时候，我看到四五个他们的人，他说见我们不要打招呼啊，都坐在一个车厢里边，自己上，旁边有一个给我安排一个女伙伴啊，说是女朋友的香港人，讲广东话的，你不要讲话，然后这个上去以后，如果抓住你，把你带走，不要往我们这看啊。那我说那这个女孩子呢？他说那她拿钱了，那没办法，嗯，她就得坐牢。哎，他说我们做这个生意啊，这个风险很大，不一定都赚。你要是被抓了，我们的人被抓，这个人的孩子、老婆、家人，我们都得养。对对，他们道义有道嘛，哈。对对，他说这就赔了，50万能养几年呢？对吧？他说你这个不那是50万天文数字啊。他说如果成了，那我们就赚了，这个 business 嘛。对，到那个我后来我到了深圳以后，我跳到那个船上的时候，他在船边送我，他让我跳，赶紧跳，那个船来了，快艇就在下面，大概有一房多高，没有停船的地方，跳下去，我在蛇口，哇，我说这船这么小，会不会翻呢？他还讲说船那么大啊，海那么大，船那么小，怎么会翻呢？哎呦，我听这个人真哲学家，海那么大，船那么小，怎么会翻呢？我发现我这一路上碰的都是有思想的人，那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感悟，就上帝他掌管宇宙，我们这么渺小，那在他的手中，我们真的不需要怕，交托就可以了，有信心就可以了。我就跳下去了，还有两个女孩子跳，我接的，然后这个就把我们就13分钟就到了香港，快艇。那我说这个我们是白天偷渡，9点钟早晨，他说那时候基本上是不会追的，晚上会追，白天不会追。白天他望远镜一看，几个女孩子就很正常的到香港，再回来放水进去。哎，我穿一个 T 恤也是，这个花的头发挺长，风一吹，搞不清男女。嗯，所以在这个船就到了香港。91年6月13号，我到香港。你看这个日子很特别、啊，也是通缉令签发的一个纪念日哈、啊。1989年6月13号，我被通缉。嗯。1991年6月13号，我逃出升天。2年。到香港，正好2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那时候一逃到香港，就意味着就真的彻底安全了。哎，不一定。也不一定，那时候不是97年之前吗？香港呢，他告诉我，你不能落在香港警察手里。嗯。你要落在香港警察手里，香港警察给你交给中国或者怎么样都不知道，啊，他虽然是英国管，但是香港警察内部里边很多跟大陆有通信的人不安全，嗯，或者你被香港的新闻媒体捕捉到，登你香港报纸你就出不去了，那中国就开始给香港政府施加压力，就这人不能出去，要给我们，那他说这个就麻烦大了，这个才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太漂亮了。香港的真的漂亮文明，然后那个好得不得了，连黑社会都那么文明。嗯，我快艇上岸以后，有两个小伙子来接我，就他们组织里的，嗯，把我安顿到他们那个，我知道那叫元朗，元朗，那安顿到一个乡村的一个别墅里边，啊，给我弄了点吃的。让我看电视，嗯，他就把那两个女的就关到了铁棚子里边去了。我说你让他们进屋，他不行，那个都是就不讲了，这个就一会儿就有人接他们走了，你就在这儿，你是贵宾吧，就把我留在这儿。那老大也没有过来啊，那我也不认识这俩人的，
那他就问我，你去哪儿？我说我哪知道我去哪儿？他说的，老大说了，你要去哪儿，我们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啊。你到去哪儿？给你叫计程车。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去美国大使馆。他就不再问了，我也不吱声。他下了车了，老人家我就把钱给他了，他就走了，我还剩200块钱。我在那旁边吃了一碗面，吃了一碗面，这个吃一碗面花了大概有50块钱，然后要杯咖啡又花了50，差不多了，我就在这排队，因为香港的领事馆呢，美国领事馆有好多人在外边排队先，然后放到里边去，大家都在等着开门排队，他10点多开门吧，我也在这排队，这两个香港警察就看到我就过来了，这警察就是说。你干嘛？他一讲广东话我听不懂。我说我去美国。他说 passport 护照。他一看我是中国大陆来的嘛，我穿着短裤，拎个塑料袋，一看不像签证的。香港人签证你知道都西装革履，对对对，然后都拿这个带着名表，带了一个名皮包，哇，一个一个的。拿着手里拿着护照，在这排队，我这一打眼一看，偷渡客哪来的？去香港，去美国，怎么可能？他一看我这，抓他捣乱，那我当然跑啊，我不会让你抓到的，就撒腿就跑。我撒腿就跑，我在山里待2年，跑得比兔都快。他追不上我，他也不跑，他就赶走你得了嘛。嗯，那我就琢磨我怎么能够进大使馆。我觉得我不进大使馆，我还是没逃亡成功啊。我得进大使馆，我就翻墙，直接翻进去。他后边有一个，他的院墙很高，太狠了。然后呢，有一个树，一个梧桐树在墙边，我爬到树上就一步就能跳到墙上去。我爬到树上一看，有一个美军海军陆战队的人拿冲锋枪对着我，下去。我一看，我就跳进，他开枪就打死我，打死我。第二天报纸当时张伯礼被美军击毙，那算了，我还是下来，还乖乖走到台面。哎，我到前面就已经门开了，人都进去了，都进到那个大厅里边等的。你知道这个大使馆签证的部分，它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吧？嗯，它一进去就分不同窗口了，对，好多窗口，有5、6个窗口，7、8个我都忘了，反正人都分散了进去了。那我就门口的门是开着的嘛，那个两个警察在聊天，我就跑进去了。朋友，我不知道哪个口，对呀，我该去哪个口，对吧？你这个情况特殊，不知道哪个口去。但是我也得找啊，我得看哪个找。这就发现我了，这个胖警察又发现我了，他就来追我啊，又是你，他追我就跑，我就在大厅转，那大厅有很多柱子，我沿着柱子就跑，他就追。大家就笑啊，哇，那个连那个签证官都笑得一塌糊涂，工作都停了，一个人在那儿跑，两个警察在那儿追，挺有意思。我就看到有一个安全门，安检门，这个飞机场有，这个我懂了，安检门啊，那我就一步就窜进去了，那里边就是美国了，就安全了。哎，我窜进去，警察要进那个安检门，那个女的女警察，美国人，女军人。说 no stop， 不让他进，那我就进来了。他没把我赶住，他问我先生，讲中文，您要找谁？他还会讲中文？哎，我说我找你们总领事。哇，他就重视嘛，你不说找总领事，别的人我也不知道谁啊。嗯，他说你找总领事干嘛？你是申请避难吗？哎呦，我说你太聪明了。对呀、啊，哇，他怎么这么懂呢？对，他说那你坐在这儿。我就坐在那儿了，旁边有一个沙发，他告诉那警察你不要过来，你不能听我们的讲话，你要这样我会投诉你。那个香港警察就不敢进来了，然后他就照着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军官，特别高啊，比我高2头，看他有1米9兼2米，大个儿，穿着白色的衣服，海军陆战队的，是个好像是一个校官啊。他过来了，他说的先生总领是在开会，但是我想问你，你有什么可以证明你要避难的材料吗？我说我有啊。他说那你能不能给我？我就把鞋脱下来了，我那个通缉令啊，就是一份报纸，我还不是人民日报，是光明日报，就是
你到时候你可以把那通缉令拿给他们，他就那21个人的通缉令，嗯，我就拿出那报纸，我说我就是这个，张伯利，他就把报纸拿走了，那报纸在我脚底下掏出藏到鞋底去了，就一张，放在鞋垫底下。然后呢，过了大概有10分钟吧，我就喝杯咖啡的时间，总领事来了，哇，这老人家特别好，就过来了。你看那么忙出来了，就把我迎接进会议室，见着我了，他就我跟他握手，他就把我拥抱到怀里。这个老人家就掉眼泪了，我都没有哭，他哭了。他为什么这么的动容呢？他就说我们找了你2年，我们都以为你死了，今天你出现在我的面前，哇，感谢上帝。那我就说你不用确定我是真的张伯利还是假的张伯利，我到俄罗斯整了我1个月说我是假的，他说我不需要，我觉得你没什么变化。哎呦，他能看到我的照片啊，对，我就是，我觉得香港可能也这个也他们也在担负着找我们这几个人的任务啊，找。哎呀，我当时也挺感动的。他说我还有个会，我就问你几个问题。这个我不会问你怎么逃来，这是很长的故事，以后会知道。我问你，你为什么来美国大使馆？这条街好多国家大使馆，英国的、法国的、澳大利亚的都有，你为什么要来美国大使馆？哎呀，我说上帝把我带来的，这个我喜欢美国，我想去美国。啊，那天终于在那一刻，我逃了2年，这个心里这块悬着的石头得放下。2年，那一天我才知道我安全，彻底安全了。我安全，我彻底安全了。结果呢，就来了几个人把我送到一个酒店，两个美国人陪着我，坐着使馆的车就到了一个湾仔的叫，他说叫富豪酒店，其实就是 Hyatt， 富豪酒店，我也不认识，反正酒店我住30几楼，看着整个的海面和那个香港的万家灯火，觉得人生就像做梦啊。头一天我还在逃亡，住在小破棚子里边，今天突然间进到了5星的酒店。这个人中文姓张，是个领事，然后我们住在里间，我住在里，他住在外间，不让我下去，饭也送上来。然后他就说你现在并没有最安全。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这个不是我们管，我们只管大使馆，外边就管不了。他说这个你必须英国人帮忙，所以我们明天要把你交给英国人。我说我不想去，我就跟着你，你走哪儿问哪儿。他说这个你放心，你信任我，你就应该信任英国人，他们，我们委托他们，他们会帮助你，没有英国人你到不了美国。我原来以为他把我送英国，我说我不去英国，他说不是，你还是去美国，我们已经那我当天那个国务卿就签字了，在我那个避难的那个申请上，当天就签字，国务卿亲自签字，没错，我才能入境，特别入境，不需要走正常的移民程序，那么我后来怎么知道？我来到美国，我就拜访了美国国务院，我就见了这个国务院的中国蒙古处的处长，他就中国和蒙古是一个处，这个处长说你要感谢我。这个我说为什么？他说当接到 fax， 那是 fax 啊，传真啊，接到你到了香港的传真，是我拿着这个申请，你的申请跑到楼顶上，国务卿飞机要飞了，直升飞机要飞了，出国访问，我跑上去，他在飞机上给你签的字，你才可以第二天就离开香港入境。哇，这个，所以这个你看是为了一个逃亡的逃犯，你看美国人这种，哎呀，所以我很感谢这个国家。那我在大使馆住下来，后来第二天他们就把我送给了英国人。这个送的时候就像电影一样，我坐着美国大使馆的车离开这个酒店，他告诉我我们会在山上，很高的山上停下来，有一个车停在我的旁边，两个车门同时打开，你进入那个车你就走了，我们就再见了啊，提前跟我说好了。
当我们的车到了半山腰，香港的半山腰，看到香港的那个海景很漂亮，一个车停在我的旁边，两个车同时停下来，然后两个车门同时打开，我就钻进那个车，两个车就都开走了，就完全地下活动嘛，啊，对对，因为香港中共的力量很大，你知道吗？怕把你抢着给你偷的给你渡回去，你知道吗？第三天，他们先给我做衣服嘛，这个量脖子、量腰，高端定制，对，做了一套西装，嗯，给我买了几件衬衣、腰带、皮鞋、手表，啥都没有，我上岸就穿短裤来的嘛，嗯，然后做完了，哇，穿上很精神，那个都是按照你身量身定做的，对，哇，这个英国政府也非常客气，非常好，做完了。那天我就穿上了西装，啊，这个，然后就说明天早晨我们就要去机场，你就要去美国了。我只拿了一封美国政府给的信，就是国务卿签字，有国务卿签名的，嗯，这封信，就我可以允许我特别的进入到美国，我可以做这个民航，这是需要安检的，嗯，你怎么进海关我都不知道。他说你不用管了，你坐车上，你不需要安检的。我就坐了一个非常豪华的，我也不认识，后来人说这叫劳斯莱斯什么啊，著名的是总督的车，嗯，是香港英国总督的车，只有这个车在香港的机场不经过安检，哇，特殊礼遇。所以你会看到他们这个为了救一个人，哎呀，当时逃到苏联，大家关到监狱里边，哎呦，当然苏联也给吃饱了，那种你看美国完全不一样，跟西方国家比还是差一点，西方国家跟东方完全不一样，嗯，然后我第二天坐车，窗帘拉着，车上有两个人陪着我，我们就直接就开到舷梯下边，就开到机场，那时候还是启德机场呢，嗯，还没有新机场，开到启德机场，在那个那是联合航空公司 United Airlines，嗯，然后呢这个舷梯就开过来一个舷梯，我就从舷梯上去，就没有经过安检。嗯，上去以后我就跟他坐在那儿，还没有检票呢，没有人上来，就我们俩坐在那儿。先上你们。这个，先上来，坐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以后，他们人都撤了，跟我道别，几个人握手，啊，真的客气，非常好。到了纽约，一帮警察来在底下欢迎我，嗯，全是警察，十几个警察。还举了个横幅叫 Welcome 张伯利，汉语拼音。他说美国人欢迎你来了，我把你交给他们，我就回香港了。我说你得待一天呢。他说没关系，我坐这趟飞机就回去，反正飞机上可以睡觉，因为商务舱可以躺下嘛。嗯，所以他就把我交给美国警察了。这美国警察就给我哇办手续啊，一大堆，也没有通知新闻媒体，都是。很低调的进入到美国，没有通知任何朋友，没有通知新闻媒体，就这样就到了这个美国。美国给我安排的呢是去一个美国老夫妻的家中学英文，开始新的生活，嗯，安排的非常好。很好奇为什么美国人无论是就接待你这个总领事他的个人还是整个国家层面，为什么对你们这一批就是被通缉的学生就这么高的一个礼遇呢？八九年被通缉的这二十一个学生啊，这个全世界各国家都给很高的礼遇，他觉得这是在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一些学生代表了那个运动的那一代人，所以他们给我们的尊重不是给我们，是给整个中国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所有的学生的一个尊重。你不知道这个尊重啊，是我们过去没有感觉到的。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吧，就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这个你看这次南希波洛西哈，对啊，他到台湾一定要见伍尔开西啊，见了总统见伍尔开西。我昨天在推特说他们不信，因为开西告诉我他会见，因为他也促成了开这个南希访问台湾。他到美国三次跟南希说你要访问台湾。这个开西这次在台北见他，那我们几乎每一两年我们在华盛顿都会开，南希的秘书都会给我们发微信呐，不是发那个邮件呐，让我们去办公室跟南希聊天去，见个面。那我们也当然去，所以他们你看这议长啊，
对我们非常关心。这个西方国家这么的帮助你们这些参加学院的学生，我的理解是他们是对于自由民主这个人类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价值观的认同和坚定。没错没错。但是你看现在，如果你要看到国内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小粉红或者是大众在讨论这个六四事件的时候，他们就会这么认为，说这些是西方势力互相勾结支持的，支持的来什么颠覆中国政府，什么颜色革命啊，什么这些东西。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西方人的挑动或者是启蒙，也没有，当然有些书来启蒙啊。那么这个自发的起来以后，他确实当他民主运动起来的时候，确实他获得了西方所有的媒体，那时候还不是政府，是吧，媒体的支持。那媒体说中国发生这么事情，中国这个学生的要求，你像我们提出的七条啊，什么都在西方媒体很快的都反映出来，不管是美国还是香港和台湾，这个民主国家对这个非常关注，这是真的。那么第二个呢，当戒严的时候，西方非常担心中国开枪，他们觉得这个一开枪这事情就搞砸了，因为中国要改革开放，那他要开枪西方必须制裁他，经济制裁，所以这个就涉及到这问题。所以美国那个时候不是跟我们互动，开始跟中国政府互动，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开枪。这个他们有互动的，你会看到这个他们有那个美国大使李杰明写的那个他的回忆录，他们就找过中国表达美国态度，美国是不允许开枪的，就不希望他们开枪的，希望和平解决的，这是绝对有的。那么当八九年被通缉以后，西方开始就是制裁中国了，这没有错啊，就制裁中国。这个时候有的人就逃出去了，就得到西方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事情应该这么捋，不是说西方先帮助我们捣乱给中想推翻中国政府，而是被通缉以后，西方人帮助了这些逃亡的人和这些这个受迫害的人，包括关在监狱里的人，关注了他们。这是两回事啊，这是西方的价值观。其实包括现在整个西方对中国这个八九六四这个整体的运动，包括学生的表现还是很肯定的，但是国内这个一大部分是人不知道，是被隐藏住的，知道的也是大部分都是污名化学。这谎言从无一千遍它就真理嘛，这个是纳粹非常懂，中国也懂啊。他八九年以后，他两一个是他刚开始极度的丑化天安门的学生，对，这些学生他把你丑化，说你后边都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没有中央情报局支持我怎么逃苏联去了呢，我不可能嘛。那么这个然后呢，最后他发现这个效果并不好，因为那一代人八十年代的人一点都不愚昧，他们非常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你越这样说他越别扭，后来干脆他不说了，他提都不提，八九年就要从你这一代人的记忆中洗掉，不提不提。然后呢他开始塑造一种民族主义的自尊感优越感，所以中华民族怎么样。那么这个所以一代这两代人被洗脑，被洗脑洗到只要你跟西方有关系，只要你说你跟美国有关系，汉奸对吧，只要你对他提意见，那你就是这个反革命对吧，只要你游行那就是暴乱，